激情在创业中燃烧，奇迹在创新中诞生。古力多卫浴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坐落在广东省佛山市。公司一直专注于研发生产太空铝玉石柜配套卫浴产品，凭借天时地利人杰之优，如今古力多卫浴已成为全国最有实力的浴室组合柜配套研发与制作一体的综合性制造企业。公司总部已拥有4万平方米的大型生产基地，每天生产太空铝卫浴套件可达6000件。在公司成立后的短短5年里，古力多卫浴一举荣获中国整体家居联盟主席单位、佛山市常务理事单位、中国著名品牌企业等荣誉称号。截至目前，古力多卫浴与国内多家著名卫浴企业保持着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公司出口部正式成立，进军国外市场，与美国、英国、俄罗斯、中东、日本等20多个国外卫浴代理商建立长期合作，实现了古力多卫浴同步国际化战略，完成高品质产品及全球一流品牌的华丽转身。创新之路，古力多卫浴旗下有登宝门、古力多、弗雷尔等多个品牌，其中登宝门已快速成长为行业翘楚，备受消费者青睐。公司将科技研发和引进国际先进设备纳入企业战略性投资范围内，并设立独立的产品研发中心，利用最先进的 CAD、 3D MAX、 C4D 等设计软件，坚持创新技术，充分显示古力多卫浴独特的市场魅力，致力于成为掌握核心技术的标杆性企业，追求卓越，专注品质。每一次创新都是一次提升的过程。经过自主研发，古力多卫浴已拥有多项产品的专利证书，始终致力于打造一流浴室组合柜品牌为目标，从精选型材、型材覆膜、开料、细切、拼接、打孔到产品组装、质检、包装，公司对于质量从不妥协。浴室柜产品种类丰富，涵盖各种尺寸、风格、置物功能等，并在多项专业功能等领域开辟了先河，在中国市场成为专业浴室柜品牌之一。不仅如此，古力多卫浴还拥有特殊的品牌优势，即太空铝材料在家具家装系列产品中的广泛应用。它具有防水、耐滑、抗腐蚀、不生锈、永不褪色、环保耐用、零甲醛等优点，过硬的质量、健全的服务，让古力多品牌在每一次会展中都颇受消费者及经销商的青睐。公司严格把控每个设计及生产环节，无论是尺寸的精细度还是一颗细小的螺丝，都严格检验与执行，使每款产品如奢侈品一般华丽珍贵，因而好评如潮，订单飘红，供不应求。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古力多卫浴倡导服务精神，让顾客在产品之外收获一种文化、一种享受、一份信任。为此，古力多卫浴拥有高素质营销团队和专业的售后服务体系，不断调整现代化经营管理理念，关注并适应市场需求与变化，努力打造客户欢迎的产品，以更加严格的品质服务促高质量发展，服务好每一位顾客。日月光华，日复旦夕，任重道远，持之以恒。古力多卫浴的崛起汇聚了众多企业人的心血，承载着品牌立业的气度，未来
古力多卫浴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中国企业之林，创造更辉煌的未来。享尊贵生活，古力多卫浴为您护航。